哎呦，换了个背景，我还是一样不变的持续暧昧当中。我现在第三度要来分享 Miss， 知道这品牌的应该就知道他们的品质很好哦。他们这次给我用的东西，我过去对于这种东西真的印象都非常的不好，所以我特别要拍来跟你们分享。这个海藻柔嫩紧致磨砂膏，磨砂膏这种东西齁，过去印象都非常的不好。有些人认为它皮肤的状态是需要每周或是每几天就去角质一次，可是如果你用到品质不好的，你真的越用你就会越觉得那个皮肤的状态好像也不是这么好。其实一开始他要让我用这个磨砂膏的时候，我真的一开始是抗拒的，我就是觉得有需要用磨砂膏这种东西吗？我就每天正常清洁我的肌肤，身体肌肤也是啊。我第一次用，一用完一摸就觉得我皮肤好滑哦，天哪。它的磨砂膏是那种你用完不会觉得皮肤有负担，但是又真的感觉是皮肤会变非常的滑嫩。我真的是有被惊艳到，我人生当中唯一觉得磨砂膏存在是好的，这个是让你不会有痛感或者是觉得怎么好像皮肤被磨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Miss 他们独家的香气，高雅的木质的那种，男生还是女生都会非常喜欢的那种味道感。不香香的，我也有给我老公用，我老公用我也是觉得哇，这个味道他很能接受，而且他用磨砂膏次数还比我多，他觉得哇太舒服了，他也要用这个。然后下面的毛清掉之后，他自己是要用磨砂膏他才会觉得皮肤舒服的那一种，所以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那个木质的感觉睡眠品质感更好。所以为什么我也会很推这个的原因就是在这边，现代人真的很需要一些味道仪式感哦，非常的舒心有感觉。好，为什么他会写海藻？它有六种海洋海藻在里面，还有赤喙海盐，还有五大美容成分，滑嫩度跟紧致感才会出来嘛，不是一般的磨砂膏啊。这个海洋海藻呢，它是紧致保湿力为主，海盐的部分它就是活化代谢力。一般美容液啊或者是磨砂膏你用完都会觉得差很多，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用起来的差很多感觉是不一样的。关于橘皮的部分，你用了你真的也是会有感受的，它就是认真做到去除老废角质之外，还要让你皮肤有紧致保湿力，如丝绸般光透的肤感。我跟你讲，我本来觉得就是这些都是有点夸张的形容，可是那个背部啊，我一用完我整个就觉得哦，它的文宣没有夸张哦。它还添加了在脸部上才会用的一些保养品成分，这个神经酰胺跟玻尿酸还有胶原蛋白都有在里面哦。我真没想过磨砂膏里面还给它加神经酰胺的，夸张，一种重本的感觉。这个搭配起泡网那个感受完全不同，他们起泡网真的好用。你不要想说哦，我想要省钱然后那个起泡网就不要买，我跟你讲差很多，真的差很多，直接示范给你们看。用这个跟单纯用手，整个感受真的会不太一样。我们用在他的皮肤上，他皮肤应该是很需要，即50元大小，很舒服的盐浴感，有没有？有没有在皮肤上的感觉？有没有？质感很好呢。我跟你讲，轻轻松松就可以刷杯，舒服吗？对，还不错，有淡淡的迷幻香。迷幻，可以这样，有没有？哦，撸下去就滑哦，光滑到失焦哎，光滑到失焦。对啊，洗完澡擦身体乳。一定要身体乳加它的这个油，它的美容油真的质感太好了，就是不同的保养品跟它混合都很舒服，但我直接滴在皮肤上。你叫什么？我
跟你讲，它油质感真的非常好，而且它那个香味一出来啊，你真的就会觉得那个睡得非常的好，有没有非常清爽的油？很困惑啊，你这边皮肤都是比较白，是不是因为王皮肤比较白？这边有颗粒耶，超多颗粒。我白了。哦，好浪费，好浪费，它掉了一点，可恶！哦，你看起泡网一下去，它立刻就这样了。刚好在那边这样搓，它都一大坨，有没有？有化掉的感觉，真的轻轻的就很舒服。这两边立刻不一样，平常我都有在保养，也不会太差，但这边就是更细致哦。就还没擦身体乳，就已经感受得到皮肤的那种舒适细致感。我跟你讲，用过它的油的人真的回不去，几乎每天在用，每天都还是会觉得非常喜欢，小小 SPA 过的那种感觉。那个脚后跟女生常常这边都会非常的不好看，膝盖我也很重视。它的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而且它吸收又快，完全不会黏腻，两边的质感。光明明是从那边照，但是左边那边就是比较凉。对对，最近晒太阳晒很多，因为痒啊不舒服啊，都有一些那个红红的地方。这边也是有，可是你看刚洗完，这个质感就不一样。如果我的美容油没有了，我就会心很慌。我在家里随时都会有囤货，然后我会有一罐。是随时放在旅行用的化妆包，一般饭店啊通常都会附身体乳，我只需要带 Miss 的修护美容油，然后一罐就会放在我的浴室，就是随处有，我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我的那个身体皮肤不会像之前问题多到就是半夜都很不舒服醒来，比较能稳定那个皮肤的状态，真的就是对于 Miss 这个品牌极度默默的爱，让你们多看几眼，好用，真的好用。因为他们的品牌经营者也愿意给我比较多的时间来去慢慢试用，你有办法用一段时间也真的非常喜欢，那这样子来特别介绍也才值得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会赞扬他们一下，是个可以信任的品牌，你会看到就是肌肤那种非常舒服的状态。我跟你讲，这个是事实，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更多像这样子的好东西，完美的肌肤就是最好的珠宝。总之呢，我觉得他们磨砂膏确实是很值得使用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真的是很需要这个东西，觉得哦棒，身心舒服很多啊。我用完每次洗完澡，他也在那边一直闻我，一直闻我，一直闻我，到底在闻什么东西。有用过的人赶快来跟我讲哦。就这样，拜了。